干嘛呀，俩女神？咱们都是人民内部矛盾，没必要斗个你死我活的。来吧，咱们敞开心扉，好好聊一聊。<笑>甲方先说，我含辛茹苦养你20多年，没一点事情。我带孩子才1天。 就这儿做的不对，那儿做的不对，我到底哪里做错了？那也没必要收拾行李嘛，也不至于离家出走啊。啊，我不走啊，我不走，等哪一天，哎，有人把我从这儿撵出去，那我才丢人呢。行，你看你这话说的，你会撵妈吗？<笑>我不被撵出去就不错了。 你这个话，你说我撵你，我不撵，肯定肃静。我的意思，嘛，两代人有两代人的观念，对吧？您不要把你的想法强加到我的身上嘛。我已经就在这个家里边有那么一小小的自由了，你就放我一马好不好？我不躲你自由了吗？哎，你说好了，我听懂了。现在呢，大家都在气头上，还是在互相埋怨。 互相吐槽，这样吧，你们既然想让我主持公道，就挑一个具体的事例来，咱们就事论事，评评理。我说，是这样。昨天耳朵失聋掉的孩子哭成这个样子，你为什么不抱呢？我在训练他，我要让他独立。不是他多点大，他让你独立啊？我们这个妈妈群里边专门说了，这个小孩子哭呢，第一可以锻炼他的心肺功能。 第二，千万不能让他养成一哭就抱，不抱就哭的坏毛病。哎，不是，哎，你拿我手机干嘛？你还我呀！完了，不，你还要怎么着？我就在群里边聊了两句，手机就被抢走了，聊天记录都删没了。不是，哎哎哎，小鱼，妈没有说，哎，我没有说抢你的手机，不是，哎。 你孩子老在那儿哭，你还在那儿看弄弄弄。妈拿过来的时候，而且我跟你说，聊天记录我根本就不懂。我就锁完手机，我们群里也在讨论怎么带孩子，而且手机是我的个人物品，那是我的隐私。哎呀，我说句公道话啊，我说句公道话，妈，年轻人对待手机啊，那确实是自己独有的私人空间。你平时都不会去碰触的，你就像我跟左，你没看过手机。 没看过呀？你看，我们夫妻之间都不看手机，不看的。是吧，左总，妈虽然观念老了一些，那对乔乔的心那是真的。而且作为咱家的最高领导人，那传授点经验难道不该汲取吗？哎呀，好了，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，和和气气的一家人，来吃饭。不吃。 下面这件事情，那你必须得公正的，啊，你来评判一下，到底是谁对谁错。嗯，左，你把那音乐关小点，这太吵了。<笑>你怎么找出来一支口红啊？哎呀，左妈跟你说话呢，你这音乐放那么大，我耳朵都受不了。啊，你说什么？声音。我们画一个小红点点。 哎，嘿嘿嘿，小口红啊，这以后是给你这个不能有用的。我的个天哪！哎呀，你怎么可以？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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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
净的了。哎呦，那个不能把乔乔吓的，哎，都吓哭了。这人真是啊，不可不可不可！你说这孩子皮肤多嫩啊！哎呀，我给他个小灯泡。我刚刚想发一个朋友圈的。咦咦，来，摘摘摘摘，我奶奶看看还有吗？嗯嗯。
哎呀，奶奶，你不要再那个跟他那，你干嘛要这样弄啊？小孩皮肤多嫩啊，这个化妆品都是有毒的，你知不知道？你也不能拿唾沫抹呀，唾沫总是干净的。这孩子没数吧，弄的。好，我真是崩溃了，金老师都不怎么管我。金老师管得好啊？你以为金老师管孩子好啊？真是，你说的怎么这样，把孩子弄得哭成这样？金老师怎么不能管孩子了？金老师人家也管好几百人呢。金老师能管出你个奇葩？来，奶奶抱你，来，走。哎呀，不是，那左左，不是我说你，那孩子那么小，皮肤那么娇嫩，你怎么能往？那是化学用品，你不能擦在他那么娇嫩的皮肤上啊！你记住了，妈，咱那口水也不卫生，哎，至少说是不文明。错，我跟你说，口水比那个餐巾纸啊要安全的多，最起码你口水不含铅。妈的口水不含铅吗？那东西含铅。天哪，要这样说的话，那以后都不用餐巾纸，用口水。你这话说的什么意思？那你的意思就是我们大家吃饭之前涂点口水，大家消毒啊？好了好了好了，我知道这个事儿怎么解决，非常好解决。你呢，以后不许往孩子身上涂口红了，咱这口水也收收。哎，好了，哎，思想达到了空前一致的统一啊！好了，吃饭。不吃。你教育问题还没说呢。教育？那人家金老师本来就是专业的教育工作人员，从事了那么多年的教育，那跟咱这普通家庭的肯定不一样。哎，普通家庭怎么了？没。不是，哎，儿子，你得说说普通家庭。对，我教育出来的儿子怎么样？你是不是很优秀啊？是。我告诉你，你就是妈妈培养的、教育出来的最大的成果，就这么回事。我妈说的也挺有道理。嗯，我还行，还算优秀。当然了，你不优秀，我为什么要嫁给你啊？我认可啊。你看，我认可。妈，她认可，她认可你的教育成果，哎，就是认可你。哎，你们之间没矛盾。哎，不过这个话说回来啊。年轻人带孩子有年轻人的方式，您呢年纪大了，不想让您累着，以后啊，您就放心让左左去带，多让他去锻炼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你嫌我的观念老？你们的观念新，你们是年轻，我是老人，那行，从现在开始起，你们带我不带了，好吧？你们带我走。哎呀，妈！